我去三话不一，一定是出事了，帮帮我，帮帮我！ 学谦虚呢？阁主跟星君走了，他们去哪儿了？我来不及问，不过阁主样子有点怪，我感觉不对劲。你有办法找到阁主吗？学谦虚，学谦虚，学谦虚。 你想干嘛？我现在要催动内丹，将灵羽立刻收回自身，才能有力气去找雪谦虚。可你这样急速吸纳灵力，只能得一时之效，之后会影响寿元的。雪谦虚三话不一，一定是出事了。帮帮我，帮帮我！ 如果时间能停留在这一刻，该多好！虽然这一刻很美，但我希望你能有更多的美好。我已经拥有了。